小猫加兰不羁的告白在那边，也许阳光让人晕眩，沙里沙气不能被发现。哎，哎呀，妈咪，好，爸妈，你那么忙就不用跑过来了。应该的，哇，好漂亮嘞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来的路上一直在开电话会议，所以没顾得上跟你回。好，爸妈。车都已经备好了，我接你们回家。那好，那咱们走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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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。哎呀，别吃那么荤，多吃点这个，吃点素的。你这刚出院。哎，没酒喝哎。刚出院喝什么酒呀？哎，好，小宝也多吃点啊。爸，嗯，还是女儿疼我哎。妈，你也来一点。哎哎。还是女婿疼我，女儿去啊。嗯，我们小宝怎么这么乖呀？来，叫姥姥。妈，看我这记性，不叫不叫了啊，没事儿。姥姥，是叫我了吗？你再叫一声，姥姥。太棒了，小宝，叫老爷。老爷，叫你呢。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开窍了是吗？太棒了，小宝，叫声爸爸，叫声爸爸。啊，小宝，快快叫爸爸啊！小宝，叫爸爸。贺先生，你要继续加油啊！哎呀，其实没事儿，小孩都这样，没准啊，明天就叫了呢，别着急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哎，来吃饭了，快吃快吃。来，小宝。月月，你自己也吃点啊。再来一口吧。喂。喂，乔爷。贾总说想见我们，就在他公司晚宴的酒店。听意思是想考虑跟我们合作的。好，那这样，你把酒店的定位发给我，晚宴结束之前我一定赶到。哦，爸妈，有点事情我需要先走一步。有事你就赶紧去忙啊。这饭还没吃完呢，现在。小宝，我们先回家。不是，要不再吃点儿？你们都没吃什么。小宝，再见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怎么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见家长。我当然知道我是家长，我是说，是哪种见家长？就是一般的见家长。想什么呢？小宝，这位是果果。果果你好。叔叔你好，叔叔，哥哥，我叫陈果果，今年六岁了，白羊座血型 A， 家住新阳小区，爱好画画和跳舞，在班上担任文艺委员，我跟小宝一直玩得非常开心，他照顾我，帮助我。还会神奇的物理小魔法，我真的好喜欢跟他玩呀。嗯，好啦，既然在场没人反对的话，那我们就来交换。哎，
金少，他们两个还是小朋友，千万别乱来啊！交换朋友卡？朋友卡？现在可以交换拥抱啦！小宝，你真棒！来，哥哥，谢谢你可以跟小宝当好朋友。你今天穿的这条小裙子好漂亮啊，我好喜欢的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你们就可以去玩玩具了。嗯。他们俩这是。我给小宝做了一套交友卡，鼓励他用这种方式交朋友。这是为期一周的交友挑战，没想到他居然成功了。对了，刚刚小宝是不是喊了果果的名字？对啊。他现在可以喊出妈妈之外其他的了？嗯，他在遇到特殊情况或者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会应用极简的表达，目前为止我听到的上限是五个字。那他跟我为什么还是用卡片和写字板？那说明你还要继续加油了。妈咪，你妈咪不在。妈咪。都说了，妈咪不在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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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咪。就不能说点别的了吗？小宝，妈咪。小宝，小宝，妈咪今天来呢，是想陪你准备亲子活动日的表演节目的，你看看。你有没有什么节目想要跟同学和老师分享的？我来给小宝准备亲子活动日的表演节目。我知道你忙，你忙你的。我跟小宝排练的时候给你留个简单的位置，到时候你熟悉一下就好。风儿吹，月儿美，船儿摇摇飘向何方满？长时光有我陪。小宝，我已经提前把歌曲给你录到这里面了，你呢，就听听这里面的歌，自己熟悉一下。明天妈咪就不能来陪你练习了，因为我要跟宁放哥哥提前去山庄布置一下场地。拿着。雨月，师兄你来了。小宝。师兄。你应该叫宁放哥哥。哥哥。小宝乖啊，来抱一下。哎呀。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喜欢吗？拿着，去玩吧。心里收好了？还没有呢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舍不得？我只是舍不得小宝而已。